行二三十分钟，啊，你就抹一挂椰子油。椰子油啊，椰子油。黄色椰子油。椰子油 ，OK。因为椰子油本身它是一种美白，一种防晒最好。所有全世界所有化妆品在用美白或用化妆的，很多的基底油都用什么？因为椰子油是最好的，而且他们的椰子油都是经过加工的，这个通通没有经过加工的，还知道不？哦，因为用越简单越单纯越好，哦，好不？哦，因为你来了解，树啊，我即马甲砍掉的，哦，我砍掉，种少树，因为伊无接受阳光。你知影陈水扁为什么精神病？为什么忧郁症？因为马英九很聪明，其实马英九是很残忍的啊，他是全世界最残忍的一个领袖。他把马英九关起来的时候，白天一样是亮亮的，晚上呢，他用特别大的灯光怎样照他，照陈水扁。那陈水扁照下去，因为没有黑暗，他的脑部的松果体没有产生，因为睡眠品质怎样？很差，接下去就忧郁症。所以陈水扁的忧郁症是马英九故意制造出来的。哦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要求的，哦，因为马英九一定会变成台湾的历史的一个罪人。当然，陈水扁有他的不对，他并不是贪污，但他怎样？他把很多的政治现金怎样私有化？哦，这个是职业上的道德，它跟违法没有关联。但是政府为了要压制他，压制台湾整个台湾的整个文化，他错了。台湾的文化压不了，只有被同化，没有办法被压化。哦，这台湾很奇怪的，这边还在死脑筋。你可以看到，台湾要求独立的人数越来越怎么样？越来越多，很自然的，因为土地不能改变。土地文化不能改变，你要想要把这块土地的文化去化掉，不可能了。你外来文化只有融合进去，不可能把它完全同化掉。何况台湾本来的文化是一个非常美的。哦，台湾本来文化是很美的。我这样说，你大陆好的文化，好的我们留下来，不好文化应该怎样？去除。哦，有缘在这块土地生存，是共同。我不反对统一，我不反对独立，但是我说大陆要统一台湾还早嘞，他自己自求多福，阿弥陀佛，因为大陆很可能是变成几个国家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嗯，他还想统一台湾呢，那个梦想你挡在我的前方，我永远看不见，那幻想了，那当然很幻想，该给自身的难拔，到处都要分裂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那不可能代志，啊，他们只在做一些幻想，但不可能嘛。一代一代一代，下一代一代一代，慢慢才开始会认同土地跟文化。哦，一个国家，第一个是文化，土地，哦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，它面改变不了的。而我们也了解一个问题，说，好，现在大家都来了，我刚刚讲说那两个小姐很漂亮，脸红红的，那为什么红红的？是 B 三嘛？现在我昨天跟你们讲一个问题，说现在全台湾全世界最夯的医学是什么医学？分子医学，量子分子医学。所以那个 B 三就是量子分子医学第一个，维他命 C 它是第一个产物。啊，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 B 三。哦，他们主推第一个维他命 C， 第二个就是 B 三。啊 ，B 三是什么作用？啊 ，B 三讲全台人都知道，医院也差不多要关门了。啊，医院差不多关门了。B 三在什么东西里面有？哎，很少了哈，有是有了。因为一般学的是 B1、B2、B6、B12， 好像没听过 B 三。很少 B 三，因为事实上，因为我们的政府并不会教你最好的东西，他就把俺看不开了，没人知。啊，反正卫生署不让你知道的东西，你们就想要办法，想要把它挖出来。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忧郁症，对不对？对。躁郁症。精神功能症。急迫症。帕金森。
帕金森症、阿兹海默，其实是一种，其实这些都跟什么有关系？精神功能症。那精神功能症跟什么有关系？你们知道吗？精神功能症跟你们吃的脂肪有关系？因为台湾吃什么油？沙拉油，这沙拉油吃过多了，还有什么其他的粒粒扣扣玉米油啦，哦，这些必须不饱和脂肪的油啦，这些油吃太多了，哦，葵花油了，这些油吃太多了，哦，这并不是人体吃的油，但是怎么办？因为美国施压嘛，美国叫你一定要跟我买黄豆做什么？做沙拉油。做沙拉油嘛，因为美国主要。目的就是让你们多生病嘛，啊，我就可以了。药厂就可以赚钱。啊，对啦，药厂就会赚钱嘛。那我问你们，你们希不希望你们一直生病？不希望。啊，家里面的人生病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，不好。啊，所以怎样？我们现在开始告诉美国人了，我可以跟你美国进口黄豆啊，没关系嘛，哦，我做豆浆嘛，我做豆腐嘛，剩余我做饲料嘛，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哦，我不做沙油。好，这些油吃到体内，吃到体内产生的毒化，刚刚好 ，B 三可以把它怎样分解代谢掉。所以你刚开始吃的时候，你不要吃一，老是平平的是500mg，啊，你不要吃，你吃一点点，30、50一点点就好了，吃进去，哎呦。脸就红红的，那表示什么？你身体的毒素怎样？太多了。好，吃到一天、两天、一个礼拜，哎，1/10的50mg没有感觉，不会红红的，你就加什么？变100，慢慢增加。哦，不要一次增加，慢慢增加。但我知道卫生署告诉你，那不要吃太多哈。我坦白告诉你，卫生署讲的话可以相信。那大便都可以吃了。啊，卫生署讲的话可以听的话，那大便都可以吃了。啊，卫生署从头到尾，从以前到现在都在说谎啊。你本身你要去了解，50慢慢变100，100吃完以后一两个礼拜还不红了，变150。哦，150吃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不红了，啊，吃200慢慢增加，增加到500，一瓶时不红了，你可以增加到700、800，再慢慢增加，最高你不要超过1000，啊，你超过1000不红了，表示你身上有没有毒素了？没有，没有了，你不要再吃1000了，吃多少？吃100、200就好了，偶尔吃就好了，就不必天天吃了。因为表示你身体的毒素怎么样？脂肪毒素有没有不见了？有，不见了嘛。所以不见了，就不要那么浪费了。你万比就被三病了。了不了解？所以现在的量子分子医学 ，V 三一瓶多少钱？1500。哦，像我那个容量1500块，啊，老师卖多少？320。哈。320。啊，所以你要过来量子分子医学嘛，你要知道人家医学博士嘛，人家进口的医学博士嘛，哈，当然有他的价值嘛。啊，老师就不读书诶，哦，博土嘛，哦，落地生根嘛，臭土皮啊，臭土皮，哎是哦，有臭土皮的话不简单嘛。对。哦，爱知嘛哈。好，现在那个动作很好，但是迈个醒，那个放松，安尼。能够做多少幅度你就做多少，慢慢，慢慢，能够弯多少就多少。可是弯头又不向后仰。不要啦，头不要向后仰，头还是这样啦。你头向后仰，那个气管会塞到，会塞到嘛，都是这样，这样子下去。你那呼吸的话是正常。哦，能够弯多少腰，能够弯越腰越下去。代表你的骨头
你的弹性越强，你的免疫系统，你的五脏六腑怎样，循环越好。哦，所以不是去扣甲油啊，卡亏了，不是卡安尼就来跋倒，你咪卡亏，跟这样一样卡这样下去，哦，弟弟，放松放松，因为你缺少运动，你真的需要运动，哦。